他就说哦，爸爸是他心目中的 Iron Man 这样。哇，讲那么好， Iron Man 真的比较帅啦。但是就很感人，然后很可爱，就讲什么什么 I love you 3000 and more 啊。没有哦，对方的那个爸爸也是讲蛮多的哦。对啊，对方爸爸也是非常能言善道，然后给新人祝福嘛，然后也就是很感动嘛，就是他很可爱，爸爸是这个佛教徒，但是呢特别就说啊，为了新人是基督徒，然后他很可爱，偷偷背圣经。对，然后把这个经文背出来，我想说哇，背一段就算，他背了整整三段，了不起啊。就爸爸上去呢也是不遑多让，然后就是先带来一首歌，然后对，然后为置入一些产品。对，然后好可爱哦，我觉得好好玩。然后就是后面竟然还开人家玩笑，讲说就是看到哎对方的爸爸这样子为他们背圣经嘛，那这边的话呢，他也就是为了回敬，他说要背一段法华经，被我们阻止。他说哦，好，不用，是不是不用？再下来的，我觉得蛮感人的嘛。他有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拜谢父母，是不是？就是那一块，哦，那好好哭哦。就新郎跟他爸妈，我也不是说太熟，但看得我也一直哭，一直哭。然后妹妹跟爸爸就是拜别的时候，是拜谢还拜别？我刚才讲拜别，拜别的时候还讲什么？他就说哦，爸爸是他心目中的 Iron Man 这样。哇，讲那么好， Iron Man 真的比较帅啦。但是就很感人，然后很可爱，就讲什么什么 I love you 3000 and more 啊，这种妹妹也是很会塞奶。哎，我坐他后面，所以我看不到他。嗯、但是以他的个性，他一定就是这样一点点又收回去，这样子。跟我预期的有差，我以为他会打嚎啕大哭。对，可能灯太亮，灯太亮了啦，好不好？要嫁女儿的爸爸可能会害羞，顾不出来。也蛮感人，他说妹妹从小就是他最不担心的小孩，然后他说他最担心的。今天不提，这样是哦。最担心的有来现场，没有啦，开玩笑啦。我觉得就是他本来个性就是这样，越紧张感动，他就会越用各种开玩笑的方式带过。我觉得其实看的还蛮可爱的，然后一直偷拍，一直偷拍，他一直在这样偷拍，然后因为会有摄影机啊什么，他就一直这样绕过来偷拍偷拍这样。然后人家那个什么新郎新娘终于可以接吻了。人家亲完了嘛，而人家毕竟没有在镜头前面这样子很害羞，没有亲完很害羞那样。然后我爸突然说：“再拍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我没拍到。”真的就完全就是一个爸爸的身份。